日前，美国互惠财富集团与潮同新品牌在南加州尔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开启事业新篇章。互惠财富集团以20多年的专业服务和深厚的行业积累，服务7万多名高端客户和经纪人，已经成为美国实力最强、最具规模、最专业的综合财富管理集团之一，所以我们两家的签约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过就是我们在金融平台的这些网络跟资源啊，这么多年的经验，然后跟潮同新的这个几十万的客户啊，他们在文化跟教育领域的这种底蕴的结合呢，在双方的领域都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跟影响力。潮同新作为全球影响力儿童文化品牌。 旨在以创造经典、传承美好的品牌文化，构建儿童时尚生活方式全产业链的综合运营。经过19年的发展，旗下潮同新教育公司在全球有170多家校区。 累计培养近30万学员。那么，我们潮同新和互惠财富达成这样一次深度的战略合作，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资源整合和配置的一个合作机会。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给中国的家庭带来更多的这种全方位的升学规划，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些正确的升学就业规划的方向。此次合作。 互惠财富集团将为潮同新的学员家庭打造个性化的财务和教育规划，确保他们在追求艺术梦想的同时，也能享受到稳健的财富增长。潮同新则将利用其在少儿时尚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为互惠财富的客户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和教育机会。潮同新还在美国和中国特别成立了潮同新家族办公室。 专门用来开展和美国互惠财富集团的合作业务，应邀出席签约仪式或发来祝贺视频的有加州财务长 Fiona Ma， 加州参议员 Bob Arculeta， 加州前参议员 Bob Huff， 约巴林达市议员 Janice Lim， 城县教育委员会主席 Tim Shaw， 城县郡长代表 Al Tello， 尔湾市长代表 Emily Gangler， Securian 保险集团区域副总裁 Jess Panero。 哈佛智库主席和美媒会计师，呈现华人商会基金会会长 Mary Lin， 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